伟忠背负高额房贷，天后指出关键原因，住这个房贷将近有5000万的压力。我当时买这房子的时候，我认为我这3间卖掉就有5800万可以还了，可是最后呢，这3间并没有如期的卖出去，搞得好像鬼屋一样卖不掉，所以很辛苦，卖不掉。就在今晚11点，麻辣天后传准时上朝。